蛇要来把你实验开始了。上一次睡觉是什么时候来的着？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你明白吗？这个需求做完之后，从这里到那里，没错，这样就好。尽管来阻止我吧，尤兰戴尔、基亚娜，还有德丽莎。就当是你们为我献上的雌性演出了。到底怎么回事？明明能够感受到力量，却无法使用。怎么回事？这片光幕不对劲。天哪，布鲁尼！实验数据，回头交给克莱因整理吧。从这里到那里，我已经准备好了。天哪！你没事吧？没事，但我没能阻止奥托。在和他战斗的过程中，这片光幕突然出现，将我和他隔绝开了。他现在就在光幕的另一边。莉莉亚，你怎么了？现在可不是睡觉的时候呀。越是接近这里，身体就越沉重，这种感觉就像被人偶夺走力量时一样，相似但又不同。喂，通讯正常吗？有人能听见吗？学院长，这里是 Kiana， 通讯正常，我刚和 Bronia 他们在教堂前完成会合。太好了，你们没事。从刚才开始通讯信号就不太稳定，我还担心你们也像瓦尔特先生那样变得无法联系了。我和博士们在秀波利安看到教堂方向出现了巨大的光幕，仪表显示它的能量参数十分异常，你们在现场有什么发现吗？光幕应该是奥托为了将我们隔离在外而采取的某种措施，他在光幕升起后独自进入了教堂。
奥托，你果然遇到他了吗？嗯，光幕出现的时候，他嘴里还说着什么虚数之术的赠礼，神的全能。对了，在我赶到的时候，他手里还握着黑渊白花，说这是第一位客人留下的。黑渊白花，第一位客人，难道是幽兰戴尔？啊，他不是奥托的部下吗？起内讧了？我不知道，总之大家被光幕隔离在了教堂外，黑渊白花就插在我们面前。而且奇怪的是，这片光幕似乎对绿者的能力有消耗和抑制的作用。格丽莎女士，你怎么看？已经没有疑问了。光幕很有可能是约束之律者全能的巨线，就像神恩结界一样。什么？约束之律者？你们是说在这个小镇里出现了约束之律者吗？大家先冷静，我们说的是约束之律者的全能，至少我们没有监测到有新的律者核心出现的迹象。你太有大的誓约，也无法释放如此大规模的结界。结合奥托说的那些话，这更像是某种源自虚数之术的力量。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情况非常棘手，得想办法尽快解决光幕，进去把那个奥托揍趴下才是关键。提安娜，罗尼亚，你们先带大家后退到安全区域待命，光幕的问题我会和博士们商量解决办法的。记住，千万不要靠近光幕，如果这真的是约束的力量，它会对你们的身体造成难以逆转的影响。好，没问题。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真是你了！急如雷电，这里吧，圣才之雷！呀，日夜换线，圣才之雷！哎呀，给我冷一下！来被我吃掉吧！急如雷电，站立吧！耶，圣才之雷，耶，日夜换线。
走吧。冷静点，特斯拉博士，抱怨这些也改变不了现状，况且我们也还有一些值得一试的应对办法。啊，修头，你想到了什么方法就赶紧说。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用修伯利安上的月光王座来破除那片光幕。月光王座，可那不是用来对付绿者的武器吗？月光王座之所以能够对抗绿者，是因为它能将绿者体内的崩坏能转化为常规能量。换言之，月光王座的攻击反而不属于崩坏的范畴。只要我们为他提供额外的崩坏能，他完全可以当作功率惊人的光束武器来使用。原本对于约束的全能，如果我们使用绿者的力量或是普通的崩坏能武器去攻击他，无异于以卵击石。如果是常规能量的武器，就不必过于顾忌这些，可以尽情轰炸了，是吧？可恶，早知道就该把银色子弹全都带过来。那你可真得考虑一下周围的无辜群众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无论光幕是通过什么原理实现了约束的全能，它都需要某种运作机制来消解能量。只要有运作机制，就存在承受阈值，约束的全能自然也会化解常规能量。但正因为这并非他的主攻方向，所以我们的输出会更容易超过那个阈值。说白了，就是铁蛋碰石头，看谁的脑壳硬了呗。的确是这样。那要是月光王座的功率无法达到光幕的阈值呢？我们也就只能另寻他法了。也就是说，保险起见，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就倾尽修伯链上储存的能量，直接赌一把。但反过来说，如果直接让月光王座以最大功率输出，一旦失败，我们也就损失了修伯利安的全部战力。的确，以那种悠然的态度而言，奥托很可能还留有后手。
管怎么说，计划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我先把消息告诉提安娜他们。月光王座的功率设定以及相关的准备工作，就交给二位博士权衡了。没问题，这不算什么难事，大不了石头剪子布嘛。提安娜，罗尼亚，听得见吗？听到了，学院长。现在有什么指示？我和博士们会尝试利用月光王座解决教堂前的光幕，你们要带领大家尽快撤退到不会被波及的地方。届时如果计划成功，你们确认安全后再进入光幕与奥托对决，我也会尽快赶上。月光王座，天哪，原理可以之后再听博士们解释，现在先按学院长说的计划行动。你说的对，还是抓紧时间要紧，这样前线就安排妥当了。特斯拉博士，你们那边怎么样了？试射功率已经按照爱因斯坦的方案设定为20%，月光王座随时可以启动。好，提安娜，你们呢？是否已经撤退到位？我们已经在安全的位置集结完毕。收到，特斯拉博士，我们可以开始了。了解。修伯利安舰载反绿者武装，主炮月光王座启动。系统控制，就绪。输出控制，就绪。轨道控制，就绪。目标，锁定。距离误差，调整完成。王座，开炮！很好，试射成功。提安娜，你们那边如何？没问题，我们能直接看到光幕上的缺口。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准备更大功率的。等等，特斯拉博士，情况有些不对。怎么了？光幕以惊人的速度被自动修复了。修复了，切，该死，果然没有那么简单吗？看来那家伙不仅准备了这个鬼屏障，就连修复他的手段都考虑周全了。还是说，连这也是他全能的一部分？接头，还有那边的长光，根据刚才的试射攻击，你们算出光幕的阈值了吗？
当然，特斯拉博士。现在有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啊！都什么时候了，还玩这套？快说吧！好消息是，月光王座的攻击的确有效，我们也得到了确切的能量阈值。但坏消息是，那个阈值相当之高，即使用尽修伯利安剩下的80%能量，也不足以将那光幕完全破坏。而如果不能完全破坏整个光幕，它就会像提安娜小姐看到的那样自行再生。什么？我们不是用20%的能量就打出了一个破口吗？但即使我们再投入4倍的能量，也只能创造出一个更大的缺口，不足以赶上他自我修复的速度。更不用提去彻底破坏他了。想要完全破坏光幕，至少需要同时调用5倍于修伯利安全舰储量的崩坏能。先不提那么多能量要如何集中到修伯利安同时使用，但是那个理论数值所要求的功率就已经超出了月光王座所能发射的最大功率。也就是说，使用月光王座的这个计划其实不可行吗？很遗憾，我必须成。等一下，爱因斯坦博士，或许你们提供的那两个消息都是好消息。啊，这要怎么让坏消息变成好消息啊？还能凭空再变出几个月光王座来不成啊？对，就是这样。啥？你认真的？等一下，你难道想说？用理智律者的全能构造出足够功率的月光王座阵列。能做到吗？当然很困难，毕竟这是瓦尔特先生也没有做到过的事。但这也是眼下最值得一试的方法了。Bronya，对自己有信心。他是第一次崩坏的幸存者，当时整个柏林都几乎化为了废墟。天命找到他时，他就身处于那场灾难的正中心。你的猜想没错，那就是上一位瓦尔特，第一任理智律者。
尼亚，你之前可能有一些误会。我常常说，理智律者所代表的，它不仅仅是一种力量。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其实是，理智律者所能释放的潜力，也远远超过我现在所能驾驭的部分。理智律者代表的是一种信念，一种以人类的身份对抗崩坏，以人类的身份反抗神明的信念。第一任理智律者，他之所以会选择为人类而战，是因为他在保留了人类意识的同时，也接受了核心中的30万人的思想。30万人的思想，那对他的精神应该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或许吧，但这就是真正的理智律者。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人类，我们自始至终都担负着人类的痛苦，向人类的敌人发起反抗。它代表着人类走过的历史，它的力量来源于人类文明的沉淀。现在它传承到了你的手里，布罗尼亚。它是如此沉重，以至于连我都难以发挥律者的全部力量。他又是如此轻盈，此刻就这样安静地沉睡在你体内，不再产生任何排异反应。当然，我并不是要你去强行接受什么，我只是在同你解释理智律者的历史，以及你梦中的那些身影。毕竟我相信你能做得比我更好，布罗尼亚。你的崩坏能适应性远强于我，无论是战斗的经验还是技术，也都比刚成为理智律者时的我强上太多。我唯一一次成功与那30万人的思想融合，还是第二次崩坏后重塑上一具身体的时候。重塑身体，而且还是上一具。就连那时的我也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一个人怎么可能事无巨细，完全了解清楚人类体内每一个细胞应有的构造和状态呢？但当我在核心中直面了30万人，下定决心要恢复身体，继续为人类而战的时候，核心的力量帮助了我。30万种思想同时涌入，他们互相挤压撕扯，几乎要将我自身的意识彻底粉碎。
但最终我成功了，从无到有，恢复了自己的人类身体。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完全解放理智律者的力量。那种精神藤条的负担太过巨大，以至于我在量子之海中再次尝试重塑身体，并向那个凯文发起反击的时候，核心本身就阻止了我再去做同样的事。虽然我通过读取构造的记忆，还是在恰当的时机设法恢复了过来。但现在这具身体对绿者核心的适应状况，如你所见。不过我相信你的情况完全不同，布罗尼亚。不仅因为你的天赋远胜于我，也因为在你的眼中闪烁着和当时的他和瓦尔特·乔伊斯同样的光芒。虽然你并不认识他，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是同一类人。波尼亚，或许我们应该先想想其他可行的方案。放心吧，雪院长，波尼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真的没问题吗？哼，笨蛋，这种事你以前做的还少吗？自己可以，别人就不行。好吧，我相信你，布罗尼。这边也明白了，布罗尼，现场就交给你来指挥了。我们会在修伯利安为月光王座进行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充能，配合你的指令一起发起攻击。毕竟既然要做，逆商的每一个人就都要对得起理智律者的信念。明白。齐安娜、希尔还有罗萨利亚和莉莉亚，拜托你们掩护波罗娘。这次构造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庞大，波罗娘不希望也不能够被任何情况打断。没问题，请交给希尔吧。波罗娘相信大家每个人的力量。另外与以往不同，这次无论是彻底激活绿者核心，还是月光王座的用法，都需要大量崩坏能来支持。到时候布罗尼亚会依次给大家指示，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尽可能的借给布罗尼亚。明白，明白。莉莉亚，他们从刚刚开始就在说些什么我听不懂的东西啊，又是月光王座，又是构造什么的。莉莉亚也不是很清楚，但总之我们保护好博尔尼亚姐姐就行了。啊，这个我明白。那么作战开始。以前也和他一起来过这里。工作完之后走吧。又见了。别想干扰布罗尼亚。
战的时刻到了。这样的家伙知道我们的厉害。我会保护好布罗尼亚姐姐的。一起战斗吧。是是是，给我滚开。希尔，拜托了。没问题，布罗尼亚姐姐。拜托了，布罗尼亚姐姐，希尔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哼，可别白白浪费了我们的心意。别想靠近布罗尼亚姐姐。莉莉亚，全力出击。
30万人的思想原来是这样。像我们一样的孩子是崩坏的又一个受害者吗？啊，他和我来自同一个故乡。是他继承了理智律者，是他继承了我们的名字。他是对抗崩坏的战士，在这小小的年纪，他有着坚定的意志，但也有这些孩子心。若尼亚知道你们在质疑，也知道你们为何会质疑。不错，若尼亚曾经拒绝继承瓦尔特之名，认为自己无法承担起守护世界的重任。但时至今日，布罗尼亚逐渐理解了一件事，所谓的世界
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概念，不是一个只停留在口号中的词汇。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会构筑起自己独一无二的世界，这些世界会与他身边人的世界融合，诞生出更大的世界。而瓦尔特所代表的世界，正是将这个过程重复了千百亿次后诞生的结果。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承担起守护世界的重任。但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守护世界的愿望。想要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想要开拓自己想前往的未来，时而妥协，时而奋斗，时而放下，时而坚持。这些纷繁复杂的人性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当他们交相辉映之时，我们所有人就都会获得人之所以为人的证明。瓦尔特只是一个名字， Bronya 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无论是否继承那个名字，布罗尼亚都会在前人已经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无论自己拥有多少力量，布罗尼亚都将使用它来守护这个大家所在的世界。布罗尼亚会永远选择作为一个人类去成为理智律者，去成为一块守护世界的小小基石。曾经犹豫过，但是他克服了内心的迷茫。他曾经恐惧过，但是他战胜了内心的怯懦。或许他真的能够为人类带来新的希望。至少，他不愧为又一任的理智律者。他的意志如今坚定而成熟。那么，我们也应该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他。不要向波坏屈服，不要向神明低头，这就是我们一致的思想。不，无需多言，他已经准备好了。没错，布罗尼亚现在已经准备好了。300,000分的思想， Bronya 现在有决心去一一承受。精神同调，开始。
一个人的力量或许不够强大。300,000人的思想或许也不够丰富。但此刻的罗米亚是真正的理智律者。罗米亚将代表人类的文明向崩坏挑战。月光王座六倍功率构造开始。姐姐，布罗尼亚，坚持住！啊，怎么办？布罗尼亚姐姐要死掉了吗？别胡说呀，罗萨利亚。怎么会？就没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吗？希儿，换我来。你旁边不就有个能救布罗尼亚的东西吗？先不谈，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使用它。没事的，希儿，相信我。你真的能操控它吗？我对这把武器有种说不上来的熟悉感，似乎是我的力量和它产生了某种共鸣吧。我想或许我原本就知道要如何使用它。我明白了，不过请你也让我一起来。现在是正这个的时候吗？不是的，我是说我能感觉出你似乎有些逞强。啊？或许你的确知道如何去使用它的力量，但对使用这股力量所要消耗的代价，你却并没有多少把握。你其实并不知道，
单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否就足够救回布罗尼亚姐姐？所以，拜托了，让我也帮你一把，我们一起来拯救布罗尼亚姐姐吧。唉，真是服了你了。你听好了，我待会儿会尝试引出这把武器那独特的力量，你最好配合我的步骤，感受那股力量，帮助他流向布罗尼亚。没问题，我会努力的。那么，我要开始了。一定要成功啊！あとは頼んだわよ。もう一人の私。另一个我，你没事吧？另一个我，吵死了，我没事。啊，吓死我了！我也是莫名其妙的就累了。这黑渊白花所消耗的，该叫生命力吗？总之那种代价确实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不过话说回来，你刚才是不是还挺着急的呀？当然了，你下次不可以再这么吓我了。等等，他怎么直接就承认了？这让我还怎么接话呀？听见了吗，希儿？好好好，是是是，我是听话的希儿，以后什么都听。啊！等等，那是什么？鸡窝头，这该不会是我们在第二次崩坏时看过的那东西吧？从能量读数和监测反应上来看，那确实是神龙结晶。不，准确来说，是类似神龙结晶的约束全能使用方式。
齿轮碰到，可就全完了。我们不清楚这是击破光幕后触发的防御措施还是什么，但它正以当中的虚数之种为核心，在急速向外扩散。希尔、若扎里、莉莉，你们还走得动吗？把力量都给了布罗尼亚姐姐，我已经没多少力气了。莉莉亚已经睡了过去，我勉强能像这样背着她走，可是希尔姐姐和布罗尼亚姐姐，已经丧失了作战能力，但那些齿轮的扩展速度却丝毫不减。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至少弹开他们？恢复，那是修伯利安上搭载的突击舰。出去的，这样也好。既然德丽莎你已经赶到附近，那就尽快让地面作战人员登上突击舰完成撤离。不，博士，撤退是行不通的。德丽莎，布罗尼亚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斗，已经精疲力尽了。加上这齿轮的扩展速度，如果从空中撤离，恐怕会承担更大的风险吧。博士，还记得我们之前所做的那个与约束有关的实验吗？你，难道？你们应该也想到了吧？如果我用神恩结界输出与他同等的约束权能，提安娜他们就不会有危险了。丽莎，你先等等。虽然从理论上来说，这个做法的确行得通，可是，德丽莎女士，你应该知道，神恩结界对于相当于融合战士的你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在第二次崩坏的时候，我就已经体验过一次了。你没看到那个虚数之种吗？要匹配和那个相当的强度，你自己绝对会死啊！或许吧。展开结界后，由崩坏能驱动的飞船引擎也将停止运转，就算是我们也无法在修伯利安进行远程操控了。
我知道。看来我们已经阻止不了你了。感谢你们的理解，博士。谢谢你陪我们拍 Kiana 的艺术照，德丽莎。她特别喜欢你呢。塞西利亚，你之前申请的极东织布学院项目已经通过审批了。是吗？那真是太好了。但你下次走流程的时候还是注意一点吧，像是这次的材料竟然没有特殊标注项目的优先级。我多留了个心眼，不然谁知道他们要在文件堆里待到什么时候。那真是谢谢德丽莎了，总感觉你对这个学员项目还挺上心的。怎么可能不上心啊，这可是你的愿望不是吗？提安娜也在一天天长大，咱们再不抓紧时间，她可就当不了那所学校的学生了。那你就再帮我实现一个愿望好不好？上次那个提议，怎么样德丽莎，以后要不要来我的学校当老师啊？哎呀，这个还是算了吧，我当老师肯定不行的。嗯，有什么不好的吗？我不擅长和小孩子打交道啦，他们一个两个肯定都把我当同龄人看呢。是吗？我明明觉得很合适啊，提安娜也那么喜欢你。我还是留在这个总部吧，你一定能找到更好的老师的。而且我有预感，你们俩生的女儿恐怕只会比其他人家的孩子更调皮一些，我才管不住呢。谢谢夸奖。我可没在夸你们。但说不定他长大以后就变得老实了呢。就像他爸爸一样。齐格飞到底哪里算老实了？不过塞西利亚，你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建一座女武神学园呢？是因为提安娜？哦，这倒不是。不如说，如果她将来不想当女武神，我反而会乐见其成。
老实说，建立学校的事，我在很早之前就考虑过了。很早之前？毕竟，你知道的，我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接受战士的训练，除了对抗崩坏之外，对整个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直到遇见了齐格飞，我们第一次相遇时发生的事，你知道的。那时我如梦方醒，原来除了战斗，我们还可以去体验那么丰富多彩的世界。而那些经历，也反过来成为了我女武神生涯的崭新动力。所以我想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织布，想给予那些学生我当年险些就错过了的东西。拥有隐私的房间，环境优美的花园，美味的学校食堂，一起听课玩闹，甚至是一起翘课的同伴。我希望他们在成为一个战士之前，首先可以作为一个人，去自由地接触整个世界。原来是这样啊！怎么样，心动了吧？我上面说的这些，教职工也同样可以享受哦。我还没那么容易上钩啦。不过，一个洋溢着青春的校园啊，真有你的风格呢。哦，对，说到青春，学校里必须得有个大大的游泳池。那不如建在海边或者海岛上好了，夏天还能出去玩。哦，不光要能在外面玩，还要有抓娃娃机，要有游戏厅游乐园。我以前就觉得游戏厅可好玩了。那会影响学习的吧？是吗？如果只在周末开放，倒还可以考虑。这样的确比较合理。其实啊，我就是想让他们拥有自己的生活，那种和职业责任都没有关系，全心全意让自己过得更开心的生活。即使是作为天命的女武神，他们也应该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步调，去真实的、立体的认识这个世界。我希望他们终有一天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能够自己选择自己想要去守护的东西。希望他们在喊出为世界上所有美好而战的时候，能够有美丽的回忆浮上心头，能够真真正正地理解其中的含义。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见证并保护这一切。嗯，是的。德丽莎，你不来当老师也没事哦。怎么又突然说这个了？不过，我希望你到时候能抽出一些时间，偶尔来学校里看看 Kiana， 看看她未来的那些同学。我有信心，你到时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嘿嘿，
那我就期待着啦。不过这么独特的学校还一板一眼的叫极东支部附属学员，恐怕不太合适吧，不考虑单独起个名字吗？哦，你说的对，可是取什么好呢？得好好想一下了。不如就叫他圣弗雷亚吧，因为是代表青春的名字嘛。和你说的一样啊，塞西利亚。圣弗雷亚的学生们已经成长到我们都不敢相信的程度了。他们已经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能够选择自己想要守护的事物，即使天各一方，也不会停下走向明天的脚步。虽然圣弗雷亚的学生的确会惹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你说的没错，塞西利亚，这就是和我们不一样的未来，这就是我们应该去守护的未来。尤大，我的老朋友，你一直都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最后再帮我一次吧。制約の十字架、大霊帝国出力、心音結界、抵抗展開。
你就位。上一次睡觉什么时候来着？要稍作休息吗？别花太多时间。